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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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请放掌。好，我们翻开讲义131页，第四七一经中册第17页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，而使世尊告诸比丘：与此无闻凡夫，于四大色身、身厌、离欲、被舍，但非是。所以则何？四大色身现有增减，有取有舍。若心若意若事，彼与此无闻凡夫，不能于是身厌、离欲、被舍。长夜饱习系我，若得若取，言是我，我所相在。佛陀的开示啊，就是告诉我们啊，我们一般的凡夫，对于这个四大的色身啊，还能够知道它的无常性啊，会厌、会离、会离欲，但不是事。也就是说，五蕴的这个色的部分啊，我们知道它无常啊，能厌离它，不执着还可以，但是不是这个事，意识的事啊。所以则何？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我们四大的色身啊，会有增减，啊，它会变化，会有取舍。但是心意识呢，我们就不能理解啦，以为它是什么？啊，它是我，所以有得有失啊，就说是我或者是我所，不是把这个意识的事啊，当作我，就是当作我所就是了啊。这一点啊，应该在我们现在学大乘佛法的更要注意了。啊，我们知道这个色身会坏，但是总是把心意识的事啊，当作是我，啊，或者认为它就是灵魂。啊，或者叫真我，或者永恒不变的我，都有这样的一个看法，我们就要更小心了。所以佛陀啊，最早这个因缘呢，就已经点出来了。我们众生容易执着的，知道这个色身会坏，但是总是把我们的心意识当作是实在的，啊，就把它当作我了。其实五蕴都是无常非我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事也不能认为是实在的我，啊，这一经啊，真的是点出了我们众生最执着的地方啊。是故与此无闻凡夫，不能与彼身厌离欲被舍。与此无闻凡夫，宁于四大身系我所。不可于是系我所，所以则何？四大色身或见十年住，二十、三十乃至百年，若善消息或复少过，彼心意识日夜刻时须臾不停，种种转变亦生亦灭。比如猕猴游林树间，须臾处处攀捉枝条，放衣取衣，
彼心意是亦复如是，种种变异亦生亦灭。这个就点出重点了啊。他说，我们宁愿呢，在这个色身呢、啊、起执着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色身呢、啊，可能有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甚至五十年的安住，你去执着它，那情有可原。这个心意识啊，是刹那刹那的变化，啊，像猕猴啊，在树林间呢、啊，啊，攀爬一样，那两只手啊，啊，爬来爬去的。当这只手放，另一手就去抓住枝叶嘛，不然它就会掉下来嘛。所以取一放一，放一取一，这样子不停的啊，这个心灵啊，没有一刹那是安住的啊。这个放掉，马上执取另外一个，也就是说，心灵意识的那一种执取啊，刹那刹那的生灭啊，一生一灭啊，是更啊容易发现的才对了。因为这个身体可以安住几十年了、啊，你说它长是我，那是因为长远可以看到。心灵意识是刹那刹那生灭的，你反而去执取它是长。啊，所以这里佛陀就点出来啊，多闻圣弟子于诸缘起思维观察，所以佛陀啊。启发这些圣弟子们啊，我们要从缘起法去思维、去观察，一切法都是缘起的，包括这个心意识啊，跟这个身体的作用啊，也是缘起的。所谓乐处缘生乐受，乐受觉时如实知漏乐受觉，彼乐处灭。乐因缘生受，生乐受亦灭，直清凉习末。观察的重点啊，就是在触产生受这个地方。比如说，我们有一种因缘，会让我们触的时候产生什么乐受，所以有乐触因缘，会升起乐受。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说，当你产生乐受的这种感觉觉知的时候，你要如实的去觉知到这种乐受升起的内涵。乐受的因缘处，让我们起乐受，这个乐受起的这种状态，内心这种状态，你要明白的觉知到它是这样子。那么这个乐受处消失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感受的这个乐受啊，也会跟着消失。但是后面一句话很重要啊，直清凉习末。注意听啊，我们产生乐受的因缘起来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受到乐处因缘生乐受的那个内在的状态，都要明白。最重要的是，当这个因缘消失的时候，这个乐受也消失，就即灭了，它就不存在了。但是后面的为什么是直、清凉、习、末？这个很重要啊！我像这种重点，我都会一再的提示。我们就是从来没有发现过，我们内在这个功能啊，我们没有发现过，所以我们糊里糊涂的随着因缘处，随着因缘受，但是都没有发现，所以我们不了解它真正的运作模式。有乐处的因缘起乐受，对，那个因缘起来它会起，但是因缘灭它就灭。那请问这个因缘维持多久？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。比如说一个快乐的感受升起的时候，
是什么因缘让它升起，你有没有发现？然后它维持多久，它会消失，消失是什么一个样子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为什么后面是直啊清凉喜墨，最后这个最重要哦。如果它是直清凉喜墨，那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是有没有乐受的时候，或者是有没有苦受的时候，就要注意了。为什么因缘起它会发生，因缘消失它马上就熄灭，然后后面是直清凉喜墨，这个很重要哦，要如实知，就是这一种内涵现象，你都要清清楚楚的去明白它。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我一直在讲如实观照的重点啊，你们慢慢去体会，其实这个就是重点啊。如乐受、苦处、喜处、忧处、舍处因缘生舍受，舍受觉时如实知舍受觉，彼舍处灭，舍处因缘生舍受亦灭，直清凉喜墨。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乐受啊，乐处起乐受，那么这个后面还有什么苦处起苦受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啊，喜处起喜受，忧处起忧受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啊，这些都一样。当这些因缘触动起了忧悲苦恼都好，这些受一定要如实知啊，它起的因缘要如实知。当这些触受灭的时候也要如实知啊，但是注意哦，后面都一样哦啊，只要灭就是直清凉喜墨，乐受直喜的时候也是清凉喜灭哦，苦受忧受直喜的时候也是直清凉喜灭哦，后面这个是一样哦。哦，这个大家要注意了。这个如实知两个字啊，其实就是我们的如实观照要达到的啊。所以我常常讲，如实观照不是在对治，不是在修定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他只是要如实知。那如实知什么？哎，知道他的真相。什么真相？触动因缘会起诸受，因缘消失，这个诸受就灭，所以它起跟灭到底维持多久？是即生即灭呢，还是几秒或灭呢？我们要去发现真相。如果你发现真相，你都会发现后面是什么直清凉喜墨。我们就是不知道有这个直清凉习墨处啊，所以我们都在水深火热之中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不管是苦受，不管是乐受，你会一直相去，以为你永远在那个地方，而不知道它到底是即生即灭呢？啊，还是维持多久呢？我们有没有发现过？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，所以永远不知道什么叫直清凉习墨。当你如果知道了、发现了、如实知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啊，触动因缘起跟灭其实是很快的。而其实只要你明白真相的话，大部分哦，大部分的时间哦，都是在直、清凉、喜、墨。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清凉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地方叫直。喜墨不知道，其实当你明白的时候啊，能如实知的时候啊，你会发现啊，很奥妙啊，
这个地方就是最妙的地方，啊，就是我们本来的地方，啊，怎么去发现它？啊，这里只能这样讲啊。好，譬如两目相磨，和合生火，而两目离散，火亦随灭。啊，这是比喻啦。两个木头在一起摩擦，它就会生起火嘛。如果你把两个木分开了，它火就不会燃烧嘛。如是诸受缘触及，触生，触及，若彼彼彼触及故，彼彼受亦及。啊，彼彼触及灭故，彼彼受及亦灭，直清凉洗墨。所以我们受是从哪里来的？从触来的，这样子的。触的因缘升起，受就会升起；触的因缘消失，受就不起。啊，这个叫缘起法，哦，啊，就是此故彼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此生故彼生，此灭故彼灭。这个此跟彼，啊，就是因跟果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在谈缘起的时候，就要注意了，一定要任何一法的升起都有它前面的此的部分，就是因的部分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它没有无因生的，任何一法升起都是缘起，都有条件有因缘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没有一法是无因生的，啊，那么慢慢去体会，触及啊，受及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触灭，受及业灭。好，一样哦，只要灭了以后就是什么直清凉洗墨，这个要多用心啊，多体会啊，这个体会到了啊，你就能够时时刻刻怎么样清凉即灭。其实不难啊，只要去发现它，因为大部分都是在这个状态，只是触动因缘的时候才会起，但是起它停留多久呢？我们没有发现而已。如果你发现如实观照的一照之下，呵呵，连要起都很难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原来我随时都可以在什么地方直清凉洗墨。不要轻视啊，不要轻视啊，要注意啊。这个体会得到的人啊，一生受用不尽啊，啊，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于色解脱，于受想行识解脱，于生老病死忧悲恼苦解脱。我说彼于苦得解脱，这是佛陀告诉我们的啊。这样的观察，如是观者，这样观察的人，你观察色，啊，观察于受想行识都一样，都能够怎么样？当下解脱。这个不是乱讲的哦，哎，这个是佛陀讲的哦。哈，如果说我讲的，也许人家不信，但是各位，这个是佛陀讲的，啊。只要能于色受想行识当下明白，当下解脱，那么于生老病死忧悲恼苦一样可以解脱。哎，所以这样的人就是于苦得解脱，啊，就是灭苦啦。啊，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这一经啊，我个人来说认为太重要了啊，我们要多用心啊，基础打好了，在这一经上多体会，那么这个观照法，这里讲的观照，如是观者啊，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可以观？触及受及，这个触及跟受及要在哪里产生？是在静止不动中吗？还是六根触六尘随时都会触及受及？
那是在有触及有受及的地方可以发现呢，还是在没有触及没有受及的地方可以发现呢？这样知道意思吧？上次我讲的水的流动才能发现它的无常呢，还是水在不动你可以发现它的无常呢？这样知道意思吧？同样的哦，触产生受是在什么时候会发生？不管这个触的因缘是喜是苦是乐是忧是悲都可以，知道意思吧？那在这个地方就是观察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经啊，第四八零经中册第四十页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拘留收拘留收调牛聚落，时有一比丘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为缘起法，为世尊作，为愚人作业。”佛告比丘：“缘起法者，非我所作，亦非愚人作。然彼如来出世即未出世，法界常住。”好，我们现在谈这个缘起法。有人就问佛陀了，这个缘起法是世尊创作的吗？还是其他的因缘其他的人来制造来创作的？啊，佛陀就告诉他，缘起法非我所作，亦非愚人作，它不是谁来制造的啊。然彼如来出世即未出世，法界常住，就是说不管这个世间有没有佛有没有如来，这个缘起法法界常住，它本来就一直是这样子的，有佛出世没有佛出世，这个缘起法则啊，它是法而如是啊，法而常住啊。那这样来说啊，所以不是谁创造的，如果是创造的就变成什么生灭法，这样知道有违法了。不是，缘起法是法而如是，宇宙的真理法则本来就这样子。彼如来自觉此法成等正觉，所谓的如来只是发现这样的缘起法则，宇宙的真理法则。如来是什么？自觉此法，他自己体会到了，觉悟到了，也就是他的发现啊。所以因为发现了缘起法而悟道，而成等正觉。好，为诸众生分别演说开发显示，他把他的体悟啊，也来为他的这些众生或者众弟子们啊，来给他解释啊，来给他阐扬啊，来分析，来显示，让这些圣弟子或诸众生都能理解啊，原来宇宙中的真理法则是这样子。所谓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啊，这个缘起法内容啊就是这样子，有因有缘嘛，有此故有彼啊，此的条件升起，彼就怎么样啊，会成为一种现象产生啊。那么这个缘起法到底真实的针对主要目标是什么？这里就讲为缘无明行乃至存大苦聚集，就是要讲十二缘起。注意哦，那我们就要回归到一个什么啊，我们众生本未来。如果我们很宽广的去说缘起法，我们忽视了怎么样我们本身学缘起法的目的了，不是在探讨第一因啊，而是在探讨我们的生死流转。真正的苦迫要解决的是这个啊，所以一定要回到这里来。由于我们的无明啊，产生了很多的造作，造了很多业啊，我们的意识产生爱取执着，所以怎么样啊，流转不喜吧，
啊，所以存大苦聚是从这里积聚起来的。无明灭故行灭乃至存大苦聚灭，所以缘起法是两边的，一边是由于无明相应产生的流转，啊，痛苦、生死不停都是从这里造作。只要无明灭，那么我们的我执，啊，实有感自性见就能破除，贪爱执取也就会止息，啊，就不会造业了。不受后有了啊，它不会再继续的相续了，所以一边是流转，一边是还灭。缘起法涵盖了流转与还灭的两边。那么这一经主要是告诉我们，这个缘起法不是谁造作的，不是佛创造的啊，以前没有这个法啊，佛陀自己创造这个法，不是的。这个法是宇宙法而如是，本来就这样。佛陀是第一个觉悟的，所以叫创觉者啊，不是发明专利啊，啊，他不是发明的，是发现的。啊，法而如是本来就这样子的，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缘起法，所以我们在无我中起我见嘛，啊，起了执着、贪爱、造业。痛苦烦恼是从这里来的，生死相续也是从这里来的。明白啦啊，原来一切只是缘起，一切法怎么样？此有故必有啊，而且生则必归一灭。慢慢慢慢的，我们对一切法就知道，没有一法是永恒不变的啊，包括身心，包括万物。好，你执着身心的那个执着就消失了。好，执着万物的那个爱取也消失了，这个就是止息啊！你止息啦，你就不会再攀嘛，不会再触嘛，啊，不会再受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啊，后有就不再相续，所以这个叫还灭。那么这个跟上一经是不是息息相关？我们就要注意了。嗯，只要止息，不再相续。那个当下就是什么？就是执清凉即灭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好，再看下一经，第四八一经中册第四十页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羁留所，调牛聚落，时有一婆罗门来诣佛所。与世尊面相庆位，庆位已，退坐一面白佛言：云何取谈？为自作自觉耶？佛告婆罗门：我说自作自觉，此事无忌。云何取谈？他作他觉耶？佛告婆罗门：他作他觉，此事无忌。婆罗门白佛：云何我问自作自觉说言无忌，他作他觉说言无忌，此意云何？佛告婆罗门：自作自觉则堕常见，他作他觉则堕断见。一说法说，离此二边，处于中道而说法。所谓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为无明行乃至存大苦聚集。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存大苦聚灭。佛说此经已，彼婆罗门欢喜随喜，从坐起去。这一经啊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于缘起法能体会的重点。我们众生啊，包括一切的外道，婆罗门也是这样，他们总是认为有一个作者。那这个作者不管是自作的，或者是他做的，一切因缘哦，一切法生起哦，或任何一件事物哦，他们认为有一个创作者。自作，那么你认为自己能做，自己能创造，那么他做是外在的力量来创造来制作，
所有的问法大部分都会外道都会问这个问题，因为在探讨什么？他们在探讨所谓自性啦、啊、本来的我啦、啊，或者是灵魂啦、啊，或者是上主啦、啊，或者是上帝啦、啊，啊，一个是自己内在的主能创造的，一个是外造外在能够创造的，大部分都是落于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，所以他们问的都是这个。但是佛陀呢，就告诉他们，如果你认为自己内在有一个创造者，那这个就变成常见了。好，如果是他其他的力量来创造的，那么你这个死了就没有了，为什么？就断了啊。所以这里就讲，自作自觉是堕以常见，他作他觉是堕以断见。佛法不讲断，也不讲常，所以就讲什么离此二边而说中道。什么是二边？常断就是二边，有无就是二边。所以这个离两边明中道是佛法的特色。这个中道是怎么样来说来建立中道呢？就是缘起法。缘起法说的是什么？因为有某一个因缘产生的，它会产生某一种现象，但是这个现象呢，它不是常，它只是什么样？缘起缘灭的时候它就消失了，所以它不会堕入常。它不是谁来创造，只是因缘聚而起，因缘灭而散，没有一个造作者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不管是自己创造、外在创造都不对。那如果自不对，他也不对，自他合合对不对？那更不对，自他自都不能成立，他也不能成立，怎么自他会有用呢？啊，再来就是一个无因作，就是没有原因而有的，就是自然论了。所以这个叫四作，四作都不对。啊，这里只是问两个，一个断，一个常，自作跟他作。其实这里主要的只是在点我们离两边的那两边，就是相对的这两边。这个地方蛮重要，如果不懂缘起法，一定会找一个造作者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也就是在找我啦。不管是大我、小我、内在的我、外在的我、内在的主、外在的主，这个都在找造作者，这样知道吧？永恒不变的那个东西。所以注意哦，我们今天要破断常二见啊，要讲中道，一定要从缘起法才能明白。缘起法是什么？此有故彼有，此灭故彼灭，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。但是能缘起的话，就不是断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啊，所以讲缘起就能破断常二见。缘起好，有因缘会组合，就不是无因生了，也不是没有原因的，还是有因有缘嘛，这样知道意思。所以有因有缘即世间嘛，啊，有因有缘世间灭嘛，一样的，一个是即，一个是灭，这样就不会落入断常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这一经主要是让我们知道，佛法讲的是缘起论。啊，不是唯心论，不是唯物论，不是一元论，也不是形而上实在论，都不是。啊，就是缘起论，缘起论就能够显出中道，啊，它不会落于一边。所以，对缘起法，真的要用心去体会。你看，我们前面到现在讲了几经，每一经都有一个特点，每一经都在显示缘起法的奥妙。这些缘起法你能建立起来，能够理解清楚，对于所有的神话啦、天话啦、啊、外道的邪见啦，都一一能够破除，也才能看出佛法与世不共的特质在哪里。所以如果人家问你佛法到底是什么论，你就说缘起论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不是一元论，不是多元论啊，
不是形而上的实在论，不是唯心论，也不是唯物论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要注意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经，第四八二经啊，中册第四十一页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那里聚落森林中啊，是宾舍。儿时尊者萨陀迦瞻言，以佛所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世尊说正见，云何正见？云何世尊施设正见？啊，这一经也很重要啊。这个迦瞻言尊者啊，来请问佛陀啊，世尊所说的正见，什么叫做正见呢？那世尊为什么要施设这样的一个正见呢？啊，佛告阿萨陀迦瞻言：世间有两种衣，若有若无，为取所处，取所处故，或一有，或一无。若无此取者，心境细浊，使不取不住，不计我，苦生而生，苦灭而灭。此彼不疑，不惑，不由于他而自知，是名正见，是名如来所施设正见。这一经啊，很重要。我们佛法啊，大家都知道嘛，正见很重要。没有正见啊，我们的思维模式啊就会不正。有了邪见，你的思维模式绝对不会端正。那我们的身与意啊，随着我们的知见而转。那么你们就知道了，我们为什么会痛苦烦恼？因为里面的知见不正，造成我们的思维观念模式都不正。那么身与意的行为是由于我们观念而产生的嘛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痛苦、会烦恼、会贪嗔痴、会制造啊一切的这么多的是是非非、恩恩怨怨，这么痛苦这么多呢？啊，因为我们的观念没有调整而已。所以我常常用电脑比喻嘛，软体错了，出来的功能就是这样子，软体修正了，出来的软体啊，出来的这个功能就会正嘛。所以这里正见的重要就是在这里。那么佛陀就点出来，世间有两种衣。什么叫世间？我们讲的就是世俗啦，世俗法啊，世俗地来说，我们众生总是有两种执住在那个地方的一个观念，若有若无。有就是实有，无就是实无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啊，看到一切万法有啊，就以为它是实有啊；没有啊，就是实在的没有。不是若以实有，就是若以实无。为取所处，取是执着，有你也执着，无你也执着，所以未取所处，这样子的观念中怎么样？哎，而去产生的处，取所处故，或一有，或一无。若无此取者，心境细浊时，不取不住，不计我，苦生而生，苦灭而灭。这里很重要啊！今天如果我们不执着，不取，那么我们的心对外境啊，就不会怎么样执着了，不会落入实有，也不会落入实无了。我们过去就是不了解，有就把它当作实有，无就是让落入实无，这样的执取。所以我们针对外境的时候，都会落入实有嘛，你看得到都会实有嘛，啊，就会取着嘛。实就是烦恼啊，
如果不取不住不记我，如果能够明白缘起法的话，那你就不会落入时有时无哦。啊，不会落入时有时无，就是不取不住哦，就不记我，就不会执着什么是实在永恒不变的我，不会找不到这个东西。好，那这样子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触动外因缘，苦生而生，苦灭而灭。于彼不疑不惑，不疑于他而自知，是名正见，是名如来所思正正见。好，你看看哦，如果我们看到因缘处产生了苦，哎，它只是触动因缘升起，马上就消灭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很清楚的话，那这样有没有实性？一样的，可以在这里体会一样的哦。如果你不执着时有时无，任何的现象升起，它马上消灭，你马上可以理解，不会执着时有时无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这里就讲啊，因为我们执着在时有时无嘛，用这样的去取着来触动啊，我们就会产生什么？这里面呢，痛苦、烦恼、种种的人间的种种苦迫嘛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了解它，啊，以缘起法能了解它，那一切都缘起啊，非死啊，你还会从这个地方去取吗？用这个取来触动吗？不会，取的触等于是无明触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取的触就是无明触。如果了解缘起，你不取，那就是以明相应的触，这样知道意思。以明相应触，比如说我现在被石头扎到了啊，被刀子割到了，会不会痛？会啊，但是会不会永远执着在这个地方？那个痛的知觉，那是神经系统的感觉，这样知道意思啊？痛知道痛嘛，痒知道痒嘛，冷知道冷嘛，热知道热，这个是神经系统的一种觉知而已。但是后面会不会起很痛苦、时有感的苦？不会起苦受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所以苦生而生，苦灭而灭，这样只是自然身心的一种反应而已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不会起执着，不会起烦恼。所以很多人以为，那你还会痛啊？那不会痛，那我是死人吗？除非神经麻痹了，是不是？不，除非是植物人啊，不然你石头碰到，它神经系统一定会让你反应知道痛啊，知道痛跟苦不一样哦。哎，众生是一痛就是时有，就会苦，苦很久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圣者会不会知道痛？一样知道痛啊，能知道能啊，只是不苦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啊，所以苦生而生，苦灭而灭，它只是一种自然反应的觉知而已。啊，于彼不疑不惑，不由于他而自知。自己内心是不是很清楚？这是自己内证你明白的，啊，这个需要别人来告诉你是怎么样怎么样吗？不需要。如果是这样子，才叫正见哦。这个也是明如来所施设的正见哦。哦，那这个正见是什么啊？理断常，知道吧？哎，从缘起能够理断常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正知见。所以则何？世间即如实正知见，若世间无则不有，世间灭如实正知见，若世间有则无有，是名理于二边，说以中道。世间即啊，这个世间啊，我们佛法中几种说法，五蕴名世间，六处也名世间，烦恼也名世间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那么这个世间是代表什么啊？有为法，尤其是我们身心呢、啊在流转中的这个身心呢、啊、都一样啊。如世间集啊，这个因缘集的集起的时候啊，如实正知见。怎么样去正知见呢？若世间无则不有，世间根本你看不到，也不知道，也不事实上没有存在的，
啊，你就不会执着它是实有，这样知道意思？你不会执着在实有。世间灭，好，这一些因缘善的时候，你如果真的能很清楚的真正的知见，能看到，能明白，啊，若世间有则无有，世间虽然有的东西，你也不会执着在它是实有，但不是没有啊，只是不会执着它是实有。这样子就是理于二边，所以中道，不会落入实有实无就对了。世间缘起而即起，就不会落入断见了。这样简单讲了。啊，世间因缘离散而消失，你也不会说它是什么都没有，不会落于实有跟实无啊。这个叫离两边啊，就是离两边说中道啊。所以这个都是从缘起法来观察，你才能明白的。所以缘起法是什么？所谓持有故彼有，持起故彼起，啊，为缘无明行乃至存大苦聚集，缘无明灭行灭啊，缘无明灭故行灭，乃至存大苦聚灭。所以注意啊，任何一法我们在思维观察的时候，要不理缘起法而观察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说，我今天在打坐要修禅观，我请问你要在观什么？怎么个观法？离开缘起法怎么观？这样知道意思吧？好，缘起法的持有故彼有，持灭故彼灭，它的流转跟它的环灭十二支啊，环环相扣，一个是顺，一个是逆，观察能不能离开这个观察？所以注意听哦，为什么我们讲禅修的时候一定要先建立缘起正见？为什么要讲这一句话？今天如果不是建立缘起正见，你在观察就不是在缘起上观察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如果我们今天建立的是缘起正见，你在观察自己身心内在的时候，是不理缘起的这个环环相扣的观察，去发掘生命的实相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但是请问，我们现在一般的禅修或禅观，是顺着这样在观察吗？注意听哦，很重要啊！如果今天没有缘起正见，你在观什么？外道来说，他在观察一个不生不灭的我，或者是大我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哎，有人在观察，他要悟什么？悟自性，要找自性。请问，你何年何月何日能找到自性？如果找到的话，那问题就大了。哎，那个我执就很大，破不了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要注意听啊。今天如果不是先建立缘起的正见，观察只是缘起的顺逆二观，在生命中，在五蕴六处中，如何发现缘起的流转与缘起的幻灭而已。所以很多人不理解，师父你讲的如此关照，傻傻的看，傻傻的看要干什么？我叫你傻傻的看吗？我只是叫你不要落入惯性的用那种思维模式，啊，自大的、自以为是的思维模式去看而已，啊，所以叫你不要怎么样迎具取舍，如实的观察。他要发现的是什么？哎，还是缘起的顺逆二观，要注意听啊！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